来，兄弟们，给你们做测试啊！没有卡贴，放好，插进去，剩下的就是等待了啊。好，底下信号已经出来了，好，上面的已经出来了啊。好 ，OK， 办公室信号比较差啊，但是两个都认到了，同时就认到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有手机啊，有手机。兄弟们，这个技术是个好技术啊，但是我希望有些同行呢，还是不要拿来割韭菜啊。这玩意就是个内置卡贴，你卖4000多就不对，这玩意就3000多一点，14 Pro Max 也就5000多一点，你卖6000，确实是不对的啊。比如那个，不管你懂不懂，都卖给你的董董，是不是？我就不点名了啊。还有一些啊，技术是我们研究出来没错，但是你拿来割韭菜。把别人当傻叉就不对，到时候别人还怪我，哎，就是你们把这个技术搞出来了，好了，我被骗了，是不是？没必要，好吧。